各位网友大家好，很抱歉地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旅行在今天就要跟大家如果是我熬，我也会被你迷住的。喝完了茶，说正事儿。这么多年，你也不来看看我，只好我先来看看你了，妹妹。我不是你妹妹，你别夹枪带棒的。以你我和鸿飞的关系，叫我一声姐姐，你不亏。如果你是来羞辱我的，那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为什么要羞辱你啊？
喜欢你还来不及呢。我承认，当年你和鸿飞的那段感情，的确让我痛苦不堪。那时候我巴不得你死。到底是年轻气盛啊，现在想想这都算什么。鸿飞是个男人，还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。你很清楚才华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无欲无求的人是成不了艺术家的。这些年鸿飞身边的小姑娘一茬接一茬，可是你不同，白白耽误了你的青春，我真的内疚了很久。不过好在还来得及，我们还有机会弥补。弥补？你拿什么弥补？你能让时光倒流，阻止这一切发生吗？你和我和平共处，你满足鸿飞情感的需求，我在事业上让他更上一层楼。陈真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再怎么坚强独立，我们还是女人，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借助男人这把梯子才能完成。难道你不想让自己和李新月过得更好吗？我看知汉对新月也是一往情深，如果新月嫁到我们家，我一定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的。到时候还分什么你家我家，都是咱们家的。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总算是说到主题了。陈正谦，你们能要点脸吗？当年敢做，现在就应该有承担他的觉悟。就算李新月官司打赢了，楚鸿飞名誉扫地，可是李奇峰和他太太还能死而复生吗？更何况这个官司打起来，输的不一定是我们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就一直打到你们输为止。那你是不接受我的提议吗？不接受。鸿飞说过，你们现在只想过安生日子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下次再见面，你和李新月就自求多福吧。当年楚鸿飞都没吓到我，现在就凭你。楚鸿飞会对你心软，我可不会。不要小看了一个仇恨了几十年的女人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这杯茶。你就祈祷自己能岁岁平安吧。
爸，你说我跟你们回来就会告诉我实情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这个秘密在我的心里很多年了，之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太年轻，没有判断力。要是过早的让你知道了真相，我是怕对这个家庭会造成冲击。你爸爸在外面是一个成功的画家，可是回到这个家里，我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丈夫和父亲。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非要听一个解释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关于那场雪崩，当时的情景，人力无法挽回，逃生只是本能。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那肖芳芳呢？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？至于我跟肖芳芳的关系，只能说是那个时候我们太年轻，还不太成熟，以至于有过一段错误的感情。这个我不会否认，我也不能否认。那时候你跟妈妈已经结婚了，难道是妈妈不够好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找别的女人？芷安啊，邀请我去香格里拉写生，我应约前往，就此遇上了小芳芳。路上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很快的。齐峰。哎呀，胡飞，你可来了！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生肖芳芳，这是我的师弟楚鸿飞。你好，你就是楚鸿飞老师啊？我看了你的画，我特别喜欢。谢谢。行了，路上聊。我帮你。没事，来。走。
看过一部电影叫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吗？瓦加梅威尔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漂亮的女仆格里。我当时的状态就跟里面的维梅尔特别相像。我有自己的家庭，但是离我最近那个人却不懂我。而小芳芳呢，就是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是我的指引，我的缪斯。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啊。但是有时候带给你的美好越多，你的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后来发现小芳芳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。她除了跟我在一起之外，还跟李西峰还有其他的老师关系暧昧不清。我曾经警告过她，但是她就是听不进去，依然我行我素。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就发生了血崩，李轩月的父母相继去世了。李新月那时候那么小，难道就没人管他吗？我作为李奇峰的同门师兄弟，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想收养李新月的，但是肖芳芳为了跟我赌气，以此来要挟我离婚，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让肖芳芳带走了李新月。那保证书是怎么回事？当时肖芳芳威胁我说，如果不签了那份保证书，他就要把这件事闹到你妈妈那儿去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做呢？后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只有签了保证书。但是真的没想到的是，却被留下了口实，被肖芳芳恨了那么多年。那副宝贝呢？你怎么解释？我解释什么呀？芷涵，你怎么能够相信外人对我的造谣中伤呢？你从小到大无数次看过我作画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的签名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好，你大概去外面找人来比对我的笔触和签名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我的笔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找人来鉴定，鉴定完了就可以洗脱我们家的嫌疑了。是，你说的是没错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这幅画上了保险，如果你找专业的鉴定团队来做鉴定的话，肯定要走各种繁琐的程序。再一个，现在因为这件事情，咱们现在整个家都在风口浪尖上，你觉得你现在做这件事儿值当吗？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，好不好？爸，我知道了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发现肖芳芳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。她除了跟我在一起之外，还跟李西峰还有其他的老师关系暧昧不清。我当时准备要收留李新月的，但是肖芳芳为了跟我赌气，以此来要挟我离婚。这段不伦之恋带来的不安、焦躁、怀疑，就像毒草一样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楚鸿飞也逐渐显露出之前我不了解的本性。当时肖芳芳威胁我说，如果不签了那份保证书，他就要把这件事闹到你妈妈那儿去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做呢？你从小到大无数次看过我作画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的签名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，
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啊。爸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彻底的相信你呢？Somehow, the battery will run out. I do not paint by inspiration, but by understanding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. The Baobei is the one coming from the holy land of Shangri-la. Okay, thank you very much. Xinyue回来了，房租。哎，快回去看看吧。嗯，你不在这些日子啊，你那花花草草的，我都给你打理着呢。谢谢阿姨。一天没啦，每天浇水。谢谢您快玩吧。哎哎，嗯，去看看吧。好。哎，慢点啊。是啊，不管是从这个采光还是通风来说，都是一流的。
老板是吧？哎，你好，照这个单子帮我考一份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，都有。公安人员被杀一案现已成立专案组，后续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警方表示，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，维护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目前，真狠啊！省市县各公安机关正在全心侦办立法。公安机关发言点，沉痛悼念因公殉职的公安人员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冲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不怕？怕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要小心，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技战术素养非常有信心。纪晓天，我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冒失的行动。胡志辉这个人是非常阴险、非常狡猾的。你在他的面前一如其，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多加小心。你不要总是过高的估计你自己，低估你的对手，行吗？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尤其是在迫不得已需要你打出那最关键性的一枪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给我做到毫不犹豫开枪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还好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晚上的梦，我梦到自己满身都是血，一地的死尸。怕了？怕。可以理解，毕竟第一次举枪杀人嘛。我不是怕杀人，我也不是怕举枪。那你怕什么？怕我自己辛辛苦苦付出那么多，到最后得不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干我们这行，要是这么瞻前顾后的话，那就别干了。您什么意思？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现在你跟我讲这个，我想说的是，只要敢干，有的是挣大钱的机会。谁啊？是我，新月，开门啊！哦，稍等。
来了。新月，你可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哎呦，快过来买这么多东西。啊，我的手快断了。哎呦，我也想死你了。那我你就别客气了啊，快来坐。嗯。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原本打算让楚鸿飞在我爸爸遇难的地方，对着爸爸的遗作公开忏悔。可是跟他接触了几次之后，发现这个人太偏执了。想要让他良心发现，主动忏悔，看来是没戏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走法律程序，打官司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为我爸爸证明。可是已经过去20年了，你能找到证据吗？正为这事发愁。支持侵权官司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。想要证明画是我爸爸画的，就必须要收集两方的手稿才可以。那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？谢谢你，海伦。爸爸的手稿在香格里拉已经拿到了，可是楚鸿飞那边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也是，他连错都不肯认，还能指望他良心发现给你送上门吗？哎，对了，你可以找楚志汉帮忙。原本就不想欺骗他的感情，可是到最后还是伤害了他。你还记得这儿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儿。当时要不是你劝我，可能我早就放弃了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追究了，我只想问你，你怎么证明那幅画是你父亲画的？真的假不了，只要拿出他们俩当年的画稿跟宝贝对比，就会一目了然的。